不同主播听一局。Hello， 今天我们来吃火鸡面、炸酱面、羊排，还有鳗鱼，还有三文鱼。今天好丰盛啊！今天吃点自己做的家常菜，红烧肉盖饭。香啊。有没有跟我一样不爱吃肥肉，但是爱吃五花肉的姐妹？好香！今天这个汁特别浓。